出水宝。我没想到，喂，我在工作。你吃了吗？吃了啊。哦，好，所以不用帮你买。不用。哦，好。弄好也就好了。嗯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哦，一打三吗？白痴哦、喔、啊！那你是没有人会帮你买过东西是不是啊？喂、欸，没死，那、啊、我有射一个。救得了他吗？没被辅助单杀过是不是啊？还跟给我走那里啊？哦，这个有点拼，这个有点拼，这边不当。怎么那么凶啊？几个伤害啊？你又一个被杀了，干笑死！又一个被辅助玩到死的、啊，刚刚有
吃便当了。明明明，兄弟啊，你吃冰啊！我靠，不吃冰的哦。瓜子第一次看到 AD 不吃冰的啊。灌招，我就知道他想灌我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里，这里，再一次。哇，可惜，他帮他扛了说，这次他就五杀哎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哎、欸，他怎么没灌我回去？我靠哟！他被我害死了，他那一拳刚好直接穿过去了，就假赛了。靠，一打五吗？吃汉，我进去杀他。我确定我是辅助欸。沃马尔九四好凯瑞，这只角色应该是辅助里面最好凯瑞的。当遇到这种局的时候，因为对面没有辅助啊，你看这一场就是，这一场就是对面没辅助啊，跟我们刚刚遇到那个嘴炮凯撒路一样啊。那对面永远都只有一只中路，也不是说对面没辅助，是对面辅助偏前期弱势，所以那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带着那个罗尔走，所以也是会一样的情况。